嗯嗯，听到风声，真的假的？有听到风声哦，那真，我不要吹电风扇，我把风电风扇往后瞧。正如你所见，这座岛上的天气有点爱闹脾气。我建议你先把暴风雨造成的损伤都修好，然后派巡逻队让公园恢复营运。嗯，你看，我会被吹走哎。允许，别忘了先把避难所关起来。游客要是在地下避难所挤成一团，就没办法把辛苦赚来的钱都花掉了，对吧？那场暴风雨想必很激烈，而且恶劣天气似乎往往会造成恐龙损坏。如果你相信所有事都息息相关，也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，顺带一提，我相信。那么你就知道我灰了没有？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听到，我连自己听记录档不喜欢听到风声啊。到处撒野，没关系啊。世界上还没有够大的捕蝶网。看，我要被吹走了，被吹走了，被吹走了。好猛，我看一下就好。我以为都会下去修理之类的。哇！噔噔噔噔，我会飞耶！这样就解锁了新的车子的外观哎，好猛哦、喔！呼！来的是哪？好了，我们结束了。好了，开始，这是钱要省点花啦。承包案件，这是改这个好了。机会来敲门了，放羊一只，请回答。耶。看看中心，然后是化石。好，行行行，来是电力自制，电电力不足，早安，早安。会使用电力？为什么？这是哪里？这里哦。在干什么了？有啊，有电啊。要电力有，
电不够吗？电力输出。以后会有翼龙吗？我要看你，看这边就知道啦。应该是不会啦，它会飞耶、欸。没有，没有会飞的。啊，先去探看吧。我记得一个是啊、哦、有电了有电了，先随便养一只。对啊，你看这些是之前上一个记录，然后没有玩完，重来的时候知道这个。哇，两只。签下这份合同，这对我们彼此都好。研究中心，行了，顶，嗷嗷，安安哦。哦，其实刚刚笑到有点累，在想说要不要关台，继续睡，也不是睡啊，就直接去睡觉。但是就想说，干不行，我这边都重来了，可没有钱了啊！对我没钱了。两人卖化石，放养恐龙。那、啊、算了，这是不命名的。啊，这就那几个而已。哇，继续保持下去，你就前途无量。晚安，先去睡，晚安哦。要叫啥？真不知道叫什么。
来吃土吗？好啦，先不命名了，反正都快死了。晚安晚安，我应该是十二点以前就关台了啦。对呀，对，差不多十二点。来承包。和你合作总是很愉快，满意度达到70%。我最在乎的是再度光临的客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重复消费，因此请跟着我重念一次，我要签下这个合同。啊啊，270多块钱。哎呦，重点只有三句话，合同你来做，就是这样。要做什么？什么盔甲龙？70%。甲龙，这个吧。每分钟收益，负资产，我没有负的了，没有钱，要卖化石啊，觉得嘞。满意度要70%，我觉得好难哦、喔。顶点130，比起李比内，我比较想要素食店呢、欸。餐厅150。20块，没钱啦！太贵，太贵，贵！要重来了吗？20块，没钱了，我们又没钱了，哈哈。安安有谁？没人啊，就只有我一个啊。我们大家卖化石吧。没有电力，我也知道没电力啊，你怎么办？登机赶快回来，我们来卖化石。保安。有新的工作来了，而我正好知道合适的人选。就能赌了，赌看看会不会挖到高品质的化石。